春暖花开，再加上国内肺炎疫情稳定，各级学校在四月份都陆续举办了春校联合运动会，而吉安乡公所也是支持多所国校来扩大举办春校联合运动会，让社区民众走进校园和学童们一起运动游戏，享受欢乐的亲子时光。天气晴朗，国内肺炎疫情稳定，吉安乡公所特别支持乡境内多所国小扩大举办春校联合运动会，让社区民众走进校园，在运动场上和孩子们一起奔跑游戏，享受欢乐的亲子时光。每个孩子都是吉安乡的宝贝，我们希望县跟乡来做协力，让我们在教育的推广上结合了我们的村邻跟我们的村长们还有社区的家长们一起来进行我们运动健康教育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铺陈，所以呢很开心啊，我们今年特别挹注在我们各个吉安乡的国中小学里面来进行社区运动会以及社区成长活动推展的各项活动，也谢谢我们代表会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手牵手一起让我们的吉安的孩子能够更健康，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推展的运动能量，跟所有成长的因素都能够健康乐活学习在吉安。除了春校联合运动会的欢乐气氛，吉安乡长游淑珍在开学的时候赠送新生实用的开学礼，儿童节也致赠各级学校学生有意义的儿童节礼物，同时在教师节的时候还准备了敬师礼，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展现乡公所的用心与关怀，希望可以让全民一起来重视教育，重视校园生活，更重视孩子们在学校上课学习的状况。谢吕慧吉安乡报道。